好啊，那请问一下，你们会认为哪些国家的这个排外情节最严重呢？我来讲一下，大家一定都会知道，是是是，是这个国家，日本，哪里有日本国家？为什么？没有，其实日本这个之前，我有一个那个韩国的朋友去日本大阪玩嘛，然后他那时候在日本吃了很多东西，就是寿司，当然是日本最有名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那时候一直跟我炫耀，我那时候是没有去过日本，他说吃完寿司。他说，他一直跟我说，哎，其实日本正统的真正的寿司是里面有很多芥末酱的，吃完就是辣到哭，这才是过瘾啊！以后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可能？那不是虐待人吗？以后就是他一直在那边逛别站，我就是吃到了真正的日本寿司。嗯，以后过了一个礼拜哦，相信我，因为很多日本的那个寿司师傅比较讨厌韩国人。就是故意放很多芥末酱，会这样？那个朋友就是白痴了，日本会这样？之前这个有真的有上新闻过。富明，你们会这样哦？大阪人会，大阪人会，大阪人会，对，大阪人会，好吧，你们小心一点，大阪人会，日本人，日本人，他们就是排挤外国人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事情，他们不会假装没有。有，我之前 yes， 我之前去大阪的时候，我去一个漂亮的餐厅。又是大阪，我知道，又是大阪，对对，所以不是富米，好，没有关系，富米大阪果了，好，到大阪果，我去大阪果啦，然后有一个餐厅，我进去，我很想要吃饭，然后那个小姐出来跟我说 ，sorry no English， 那我在想 ，OK no English， 那我用英文跟她说 ，OK no problem， 我可以看那个图点菜，然后她跟我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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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glish， 那我就开始我说 no， 我就是我要进去做，啊，她就跟你讲 no English， 她就 English。你们觉得好笑，然后他一跟你讲 no English， 你又一直在用。我们不是觉得好笑，我们是觉得你好笑。对啊，我那个时候。所以你现在是在排挤意大利人？你在啊，人家就说没有英语，你觉得意大利人好笑了没？后来呢，那个小姐她开始自己也紧张，跟我一样，她去找那个她比较地位比较高的那个怎么讲？他的经理，那个他的经理，店长。那我在想啊，终于有一个人他一定会讲英文，然后他就进来，就跟我说。Sorry, this is for Japanese only. 哇哇，对，有一些日本的寿司店什么的，它是不接外国人的。哇、wow. 不接外来客的，它是只接日本人的。富米，那个北海道也算日本吗？北海道是算，北海道是算。OK， 好，太好了。北海道是算。我有一个故事是北海道的故事。那我就一个美国朋友，他要在北海道去泡温泉。结果呢，他们也不让他进来。哎、啊欸，那个温泉的那个温泉馆写禁止外国人。为什么、啊？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他就那个人就那个老板就说他怕那个外国人进来，其他的日本人就不想来，怕他失去所有其他的日本人。我想说为什么？他说可能。外国人的外表影响到日本人害怕。我觉得你们太惊讶了，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是跟日本一模一样，是不是韩国？就是韩国。而且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旁边在讲他的时候，你自己笑得那么特别大声哎，你们还不是一样排挤外国人哎？我们不会。所以你觉得老外排外好严重，是指韩国喽？对，他们很。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去韩国玩嘛，那就是他就是进去要快要进来一个餐厅，看到一个他们想要吃的餐厅，要准备进去的时候，老板就直接拿一个东西就说 No Americans 给他们看。哦、他针对美国人啊？针对美国人都说 No Americans。那我想说，美国人到底长得怎么样？因为美国什么人都有，对，有黑人，有白人啊，墨西哥人、华人，什么人都有，还这样子讲。那他说啊，奇怪。他说没有没有，因为里面还有人，他都是开始把门打开这样子。他后来就是把一个牌子翻过来说 closed， 直接关门了，不让他们进去。然后就是觉得这是 OK 吗？当然是不 OK 啊。然后后来我朋友说，哦好，搞不好他们现在就是中间休息或者是干嘛之类的，所以他们就开始走。后来有一批韩国人就直接进去餐厅，他们看到了。那韩国人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那是餐厅还是酒吧？这是酒吧，酒吧餐厅啊。餐厅跟酒吧有差吗？这两个不是都不应该这样子排挤人啊？也是，但是韩国其实很多就是蛮多那种酒吧喝酒的地方是只限韩国人。有对有一些不是大全部都是大有一些地方会这样。你不要口急嘛，不要紧张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害怕。你们外国人哦，好好听哦，你们去夜店之类的，就是就比较乱来。
人把你们的妹拔走就对呀、啊，你们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把我们的妹拔走，他是在夜店里面就是闹事情。之前呢，我就是跟韩国人就是聚餐，对不对？一起吃饭，有些有台湾的，像跟这样一样这样子去吃饭，然后不是来了就不是 share 嘛，要分享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分享，然后有一个韩国人就很亲切，就是开始分享台湾人，但是没有分享给我。就是那个日本人是你吗？不是，对，那个、日本人是我应该的啦。那我啊？可是我觉得韩国人不是排挤，我觉得韩国人是非常爱比较，就是韩国人是很竞争性很强的。就是我有几个女生朋友嫁去韩国，就变韩国媳妇嘛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回台湾玩，就带他们的亲朋好友回台湾玩。然后我印象好深刻哦，我们只是去唱片行哦，就带他们去逛台湾的唱片行。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女生朋友的老公，他是做相关娱乐产业的。我觉得我不管，因为他都会一直问我说，台湾现在什么歌手最红啊，什么歌最红啊，谁最红？然后我就会放那个 YouTube 给他看，我说啊，谁谁的音乐很好听什么的。我觉得哦，他们就算觉得很好听，他也不会说哦，好好听哦。就是哇，怎么这个人音乐好好听？我觉得他们从头到尾的逻辑都是哇，这个歌如果我做的话哦，我一定会怎样怎样更好。哇，这个女生这个妆这样化，我如果怎么怎么弄会更好。我就觉得他们就算觉得你很厉害，他都不称赞你。嗯，他就是想要赢过你，不管怎么样都要赢过你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对不起，我非常认同。是不是韩国人都会这样？那还有哪一国人最排挤别人呢？哦，我觉得是美国人，真的赞同，超赞同。可是我觉得美国人的排挤很妙，因为我以前有发生过一个经验，就是我们去游学的时候，我们亚洲人一定是一区嘛，因为我们英文都不是很好，我们就一团。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学校里面有那个游戏室哦，就是你可以打撞球啊，什么玩桌游那种。然后我们就一票人自己在那边玩，然后就来了一票美国人，就是美国人这样，然后他们很热情哦，我们就问他，因为他就看我们有一点点不会玩，然后他就过来就教我们说啊，其实你那个弄错了，我们讲哦好，因为我们真的不会玩，我们就约他说那还是你们跟我们一起玩，因为我们不会哦。他们很热情，他们说好，就一起玩，然后玩完之后，我忘了是谁说，那不然我们来比赛。输的人要请大家，我忘了是喝可乐还是喝咖啡这样，然后大家就说好，来比赛这样，然后美国人就说他们不玩了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奇怪哦，因为以我的逻辑，我就会觉得你们那么厉害，你们很会玩这个游戏啊，那你们一定会赢啊，那我们一定要请你们喝饮料啊，为什么你们不要？可是我后来发现，美国人会有一种觉得我跟你不是同一个 level， 我为什么要跟你玩？对，就是浪费时间。对，就是我玩这个游戏已经很厉害了，我要跟我同一个 level 的人玩。你们是对很就像是有初学者，对，就像有一个人，他现在都在唱婚礼嘛，然后他以前跟我们出去唱钱柜的时候都会跟我们唱，然后他现在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浪费啊？因为你没有付钱给他，他就觉得何必呢？对，有这种人吗？有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哦，这样子 ，OK， 他很红啦，很红。但是我觉得你的想法是有点。怪怪的，怎么说呢？因为你讲的是对的，我们都是想要跟同一个 level 的人一起玩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才合理啊，不然我们就是我已经知道我会赢，我还跟你比，这样子不给你面子啊，哦、也不对自己什么好。哦，那如果万一玩了，然后你们输了，你们会生气吗？还是你们其实是怕输？会不会？万一我们就是乱玩，这个、结果我们赢了，因为你已经把自己定位在你一定会赢啊！啊，万一我们乱玩，结果我们赢了怎么办？搞不好是这样子，但是美国从来没有输过哎。你看，哇塞！是吗？杜丽，哇塞！是本身是没有去过美国，但是我朋友一些朋友都去过美国嘛，他们一直跟我说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去一个牛排店。有他们明明就用英文说三分熟，因为韩国人比较喜欢吃生的。他那个超好笑的，他直接出了生肉。啊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真的，出了生肉。生肉以后，韩国人眼睛也没有瞎到那个分不出来吧？你说整块没有煮过吗？在上面呢、啊，以后我朋友是这样说，然后那个我朋友直接跟他说，哎，这个是生肉。以后好，那个美国服务员一直笑。然后他说 OK OK， 我帮你换，全熟的，完全硬到不行的那种，全熟的。啊，这样啊，就在弄他。
对啊，这故意的。我可以老实讲，其实美国人最会排挤别人，我自己也这么觉得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，就是我们所有男生可能下了课，我们就是一起去公园玩什么的。那永远会有一个亚洲人，他很喜欢打球。那我们都是选队友的时候，大家啊，我要他，我要他，我要他。最后被选的永远都是那个亚洲人。随便去看一个影片，就是不是最近有一个新闻，就是有一个有一些服务生在里面，在一个餐厅里面，他们在讲西班牙文，然后有一个白人进来就说啊，我现在要进去打电话给警察，因为你们一定是从别国家来不合法的工作的，那何必这样吗？对啊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其实我也不懂，还好。现在这个情况下有越来越严重吗？就是不是越来越严重，就是其实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 cell phone 可以录，把这些东西录起来，这些东西早就发生了，从很久很久以前，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录起来，马上把它泼在网络上，大家现在看得到，大家现在都看得到啊。对啊，其实还蛮多这种效应，自从很久以前那个咖啡店人家讲韩文。被一个白人女生赶出去，在也不是赶出去啊，是被一个白人女生投诉。那开始就一连串啪啪啪啪啪，大家就开始了，对啊，很多种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订阅我们的 YouTube 了吗？想要看我们幽默帅气的模样，就赶快按下订阅键吧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哦。